要砸一个桌子。你到底砸了几个桌子？上次已经把两个砸坏了，这次是第三个。但上次很危险，就是我砸完以后我要扶着，因为我是很痛，然后扶着。可是他们都有钉子，钉子。然后我是没有，我是遮着眼睛的这样下去。他们就说我的手超级靠近的钉子，只是就差不多这样子吧。每个人一拍完的时候，大家都说没事吧，没事吧。我说怎么了？因为我还没反应过来。他们说他们看到好像钉子差点插到我，我都不知道。然后我们靠左边。舒服了。他第五度是受伤了，对。这有什么伤？没事了。难以我扛。帅，真的太帅了！要不是我哥的话，我就嫁他了。算了，我选亚瑟老师，亚瑟老师好了，没有关系。刀剑之力在发作，我还不适应这么强大的力量。那这两个。鬼狼刀跟时装剑魔，鬼狼刀灵、时装剑魔，他们两个在我的体内一直在对打，那这个能量一直在会有副作用，造成我刚刚很难受，难受到一个爆点，整个就是忍受不了，然后发泄出来一点点。但真正拍摄情况就是我一直要打这个桌子，直接被刮伤，刮伤以后 ，OK 好。另外一个角度又要再来一次，所以又要再打破一个，打碎一个桌子，又刮到一点点。然后刚刚最后一个，他们说不会带到桌子，可以空挥，但空挥就很难，就刹车。既然一定要拍到感觉有出力，所以我刚刚又直接又打到那个桌子的铁的那个杆子。所以我觉得这边是刮伤，这边等会儿是淤青吧。所以拍这场比我想象的辛苦。这世界很酷。